苦练七十二变，才能笑对八十一难。演戏如此，人生也亦然。爸爸又来信了。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儿子，家里人都挺牵挂你的。我看了导演寄来的样片，觉得你的动作都做得不错，就是眼神还差了一点美猴王的神韵。你真的需要找个方法苦练一下，让眼睛更加有神。这西天取经路，我一走就走了17年，但又何止呢？